那个你那个口香糖都嚼了好久了，他应该那个口香糖应该彻底去掉了，我觉得不搞啊。都发了一个，这是发表情是吧？对，相当于那种啊，靠去玩，靠去玩那个。
导航，刚刚忘记了，然后手机没充电，应该要自动关机了。然后把电源插上。Yes, of course. Maybe today have a. It's like yesterday.暂时不用，因为今天人比较少，走了好多，因为你看下雨嘛，下雨的时候应该走了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我都打伞了，那个时候走了一些，现在人比较少，稀稀拉拉的，还是有是吧，应该两三百人左右吧，还是有。下雨的话，他们在清远宫那边跳。那带了狗狗，叔叔带了狗狗。起码来些，快！起码来了，张老师。我见起码跳的。就这个吗？就这个。这个生活表情。这泰迪，那个是一个泰迪狗，泰迪。而且好热啊。起码五。人家老师的。先跳那个。我不知道。先跳那个。
金像玉树。啊，机器工来了，家的。不是，要不要机器工来了？啊，我女士在这里，在这里。昨儿来了，昨天晚上跳了一圈就走了，今天我看也抓到他了。昨天他穿了个衣服，也很少见到他。拍了三排。看看，来了来了，我起来了。哎，音乐怎么停了？这个用超广角才行，我这个50的有点近，但是没带那个镜头。今天就没想没下雨，没下雨的。曲墩儿。来了。哎。相机没电了，手机刚没电，相机没电，现在好了，都不充电了，我占了移动电源。曲墩儿。等一下哟。
这是晚会的嘛，每天都是很热闹的啊。来过来。
그래서엄마는그래서그게들리게됐다는거뭐래그게들리게됐다는거원진원진又下雨了，又下雨了，又下雨了。哎呦，来，来吧。